在药局当药师蛮多年了，那其实遇到蛮多客人，他都会告诉我说，其实他有一些皮肤上的问题，所以我才想到，哎，那如果有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产品，它可以结合永恒外线或者是美肤材料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做成一个穿戴式的产品，也许让客人每天穿，那说不定好像也可以解决他皮肤上的问题。这个 idea 我觉得好像也还不错。这次的 PS Cool 运动款是我做主轴并搭配团队的配合，希望能用自己了解的专业知识去帮助到大家。例如像是大腿、膝盖、小腿这边做渐进加压，能够让运动或登山者都能够有更好的支撑度及辅助效果。海乐提石墨烯，穿出你的 healthy。